已经，牛奶给你放在桌上了，别忘喝啊！快走吧。你好，我叫林雨晶。你好，我叫林雨晶。听说你昨天晚上不舒服，怎么了？发烧。哦。严不严重？多少度啊？40。哟，那要不要我帮你打个电话叫个119？要的话叫吧。当事人我已经见过了，还要准备点案头资料。你要的钢笔配件找到了。稍等。哥。那你明天早上把那个文件给我送过来，我会9点过去，当事人也会过来。那个文件很重要，你要亲自送过来，啊。能不能安静一点？知道了。哥，我看你挺爱喝牛奶的，喝吗？我买挺多的。冰箱里没有了是吧？没吃的了还是没喝的了？有，有挺多呢，但那都是别人的，我也不好乱拿。啊，你可能不懂，但是寄人篱下，我得多注意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屋了。我们过完十一小长假就回来，在家照顾好自己，也要照顾好妹妹。你感冒还没好，别忘了吃药啊。明秋，辛苦你了，还麻烦你照顾家里。雨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你直接批评她，没关系，啊。知道了，妈，值机柜台在那边。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在家这段时间，你给我老实点，你哥话听到没有？哎，你哥最近感冒了，回去给人买点药，关心关心。回家要好好吃饭啊。好，钱给你转过去。50块钱。50块钱足够你买药了，你还要多少？你房卡、那公交车卡都给你充满了钱，足够你这段时间花。伟国，哎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好，走。雨晶，跟哥好相处啊。嗯，放心吧，关阿姨。哎，行，啊，我们走了。啊，走吧。啊，照顾好家啊。回吧，回吧啊。哎，走反了。前面就到家了，我要去律所，赶时间，你自己回去吧。
最近感冒了，回去给人买点药。走反了，前面就到家了。我要去律所，赶时间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小姐，说是您妹妹。让她上来吧。谢谢。怎么不带门禁卡呀？我没有门禁卡。记得吃药，我先回屋了。每学期要1200元，这个价格可是真不便宜啊！住宿费怎么这么贵啊？妈，这个家住不习惯。我想住校，打钱。Thank you.